国公府的规矩就是我定的，母亲若看不惯儿子，处置儿子便是了。谢小满今天这门必须得出。 谢娘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王妃娘娘已经起身，老身带路，谢娘子即刻来服侍王妃娘娘洗漱用膳吧。你让开！这妾室服侍婆母洗漱用膳，天经地义，伦常孝道乱不得。国公爷，莫要让老身难做。我今天就是要出门，怎么着？一大早吵吵嚷嚷。 这就是国公府的规矩。朱嬷嬷，你就是这么管国公府的？王妃娘娘，王妃娘娘，今日事关小满家中案件官司，小满必须要出府去公堂作证，还请王妃娘娘开恩放我出去。朱嬷嬷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规矩？老奴不敢。 这大清早的，王妃和嬷嬷都来拦着。今日这天是怎么了？这变毒的太阳是升得比吴江府的早吗？胡言乱语！国公府的规矩就是我定的，母亲若看不惯儿子，处置儿子便是了。谢小满今天这门必须得出。你是要在娘的手里讨打？那就得看母亲，想不想让儿子出门了。 做儿子的不听母亲的话，就是不孝。来人，杖责！是。国公爷，看来今天这门是出不了了。锦州，带小满先出门。汉臣，快去。小满，走。赵钱。 值得吗？母亲若打不死儿子，便别想儿子听话。打！使劲儿！没吃饭是吗？去，把这事儿了了。